九二加满，看一下鱼箱盖。好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，现在是8:30，今天跑的时间有点长，从早上5点起床的，一直到现在回家，今天有点超负荷了。刚才去加点油，加了169块钱的油。反正我是基本上都是2天加一次，现在是2天加了169，还可以。刚才去加油的时候，下车以后感觉这个右腿，哎呀，感觉走路都有点都不会走路了，都感觉。回家了，回家吃饭去。我老公刚才打电话还问回来没有，做好饭了，在家。回家吃饭去，都饿死了。我天，今个菜不赖啊，今个还有肉。哎，这个我敢光吃两碗。这个放你这边吧，这个辣椒有点辣。这今个做的小炒肉啊。那你加馍吗？加点辣椒。我好饿，好饿啊！现在。中午没吃饭。我中午吃个面包，吃了一根火腿肠，特别饿。这样夹着吃，有一种老家的感觉。吃吧，这鸡蛋，你吃鸡蛋啊。这个辣椒有点辣。好脆痛那个，感觉我的脚后跟都磨个泡。这个你跑的时间太长了。我那天真的就没站住。那你咋不早点回来？不是夜里耽误了吗？想多跑一会儿。那你要这样算，耽误的太多了。这不是补了点吗？今天跑了755。今儿个算是我给自己的称话。这话说的。行不行？没有人要称话你啊，是你自己要称话自己的。嗯，对，我自己要称话我自己的。好吃吗？嗯。吃点馒头吧。嗯。吃半个，小半个，来。这个菜炒的真好吃。炒什么？太好吃了。我都没有露出我真实的水平。那个炒的真实的水平。啊。炒个真实的水平，那个。不是我稍微。一弄一下，你就感觉好吃吗？主要是饿。啊。有，我就感觉分子热了。谢谢。不错。不是。生产的。不是。那是谁？这个可巧可巧了。咋可巧哎？那不小金门屋吗？嗯。现在小金门屋进去都在扫那个周包，然后进去我都扫，然后门口站一个人，站保安，他好像也是等进去的，也不知道等着给东西的。嗯。保安问我他你去哪一栋？我去6号楼。我在几楼？谁？他去6号楼。保安说的。你进不了，你得从南边进。那个大哥说的，你得让他进，他是网红。哦，他是在小区里头的人是吧？我不太知道他在哪儿，俺俩有人都。就说了一句话是吧？他是网红。我嘞啊，你咋知道的？他我经常看他视频。他你得让他进，我。到底有进没？结果那个办法呢，他这边这个口不让进，他说你去那边西门那边进去就是6号楼。我行，谢谢你。我这走了大哥啊，走了。
两次了哈。嗯。上次是送伞的，在电梯门。咱俩感觉带上网红了。不是，我捂了可严了，我感觉。声音听出来了，应该。听声音是吧？关键大家都有听声音。不赖，等着我慢慢混啊。行，我露个节。鼓掌，帽子捂得特别严。而且那眼都能认出来我。要经常看着。嗯。